说我刚好是想问他带我，然后你看这儿。哦，这个螺丝，嗯，就我一坐上去，它刚开始特别软嘛，我一坐上去，这个直接干到这儿，然后对，哦，对啊，我就觉得，就还好没有很深，就大概就一点点小指甲这么深，就这个地方就还好，那不至于说换胎太软了。我刚刚看我就觉得原厂胎纹也不是这样啊，对对，这个螺丝给干出来的。这是个 CB300R。前面吉亚哈，吉亚，后边是 YSS。你看它这个，你就是买的高级的，这有一个 Racing， 对，嗯，御仔，这是回弹，然后压缩，你看这个位置就是不好调压缩，这个压缩可能一会儿还得小的工具处理一下。你看自己去打车，你可以这样，双脚叉开，然后手这么扶着它，它不会倒的。因为它车直立的，对吧？一脚这么岔开了，重心在车中间没有任何问题。你的这个静态下沉量太大了，然后这是太大，然后轻轻往下压，就我几乎可以不使劲就压得非常的低。哎，对，这样你看我单手拖的，你那边扶着点就不要倒就好。其实我自己也可以，只是不倒。然后这样前轮不就离地了吗？对吧？前轮离地了，我再去量145，145。后边的差值咱量一下啊，脚尖尽量松一点啊，100，后边40，后边差值是40，前边45，145的差值你起码得35差不多，现在是45，所以咱们就开始调吧。要一个锁止环，那黑的啊，得用4号的那个扳手去给它松点，就是锁止螺丝，你得给它松开，然后才能拧，不然那个它里边那个上的劲儿呢，就容易被里边那个蹭坏，所以一定要先松了这个。一般这种圆形的，它都有一个锁止螺丝，有的是一字的，有的是那种内六角的，就是无所谓，你看像东西，这个东西拧出来就可以了。就弹簧不是这样就往上螺旋上去了吗？所以你这样拧就是加硬，懂吧？现在调完了。大概加了1牙2牙3，加了3牙，调完之后把这锁止螺丝再拧回去就 OK 了。回弹的话，车保持直立，就这个回弹速度挺快的，对，很快，对吧？或者我这么按，这样你也能看出来，对吧？很快的 OK。然后我们去调回弹，回弹就在这个位置，这个黑的这个位置回弹，所以现在就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到头，然后我们看一下，哎呀，到头啊，这非常非常慢了，对吧？这是阻尼最大的状态，这么慢肯定是不 OK 的。然后我们就再从这阻尼最大的状态之后再去缩小，让它减小阻尼，1 2 3 4 5 6 7 8，试一下8。还好，这是8。我们试一下7啊，7。七可能会偏慢，十二九，八九，八是 OK 的，九，八 ，OK， 所以这个就是八 out。然后压缩，红的是 high compression， 黑的是 low compression， 一般都是这种，包括有的是用蓝色和红色，那蓝色也是低速，红的是高速，就可以理解为红的这种鲜艳的啊，热烈的算高速。OK， 那就先调低速，5 6 7 8 9 10 11，你基本12，基本原来没怎么拧过。13
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怪不得你下去。十七，哇塞，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三、二十二，就原来是最松的状态。二十二的话，先调到你一般舒适通勤22，先调到12试一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。然后大多数的这个车，这一边跟那个两个段数是一样的，先拧到最头，然后也退十二。对，啊，到头了。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来，哎，这回就明显费力多了，但还是不太够，160斤。还好，十二，偏舒适，十二，试一下13，一丢丢硬。高速再给你紧一点儿，哎，这样好了，10和11。